困也要上一下吗？我要找你们歌。
开心可以来这边跟所有星战迷一起见证这个Connect 这次的星际大战的全球上市的活动。是，那其实呢，今天伟宁也特别就是打扮成我们星际大战中的莉亚公主，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会想要打扮成莉亚公主的角色呢？其实我觉得莉亚公主对我来讲，我觉得她有别于一般的童话故事的公主一样，需要人家拯救。然后她通常都是勇于挑战的，所以我今天可以很开心可以扮演这个我一直想要扮演的角色，然后以这样子的面目来跟大家见面。是，所以其实莉亚公主她的形象跟一般公主柔弱的形象不一样，她是非常正义、非常勇敢的。那其实伟宁呢，其实对我们星际大战中的角色也都非常的了解，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考考你了。那今天呢，除了是我们可内星际大战游戏中文版的上市的我们的派对之外呢，现场在伟宁的左手边，也就是我们可内 Star Wars 的限量版主机。那伟宁这样子看，可不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到底我们的限量版主机它是利用了哪一些我们星际大战中的元素来做发想呢？有点困难的问题哦。其实不会，我跟你讲，我刚刚在这边已经看很久了，我觉得它有三个角色组成。哪三个角色？第一个可以看到那个蓝色跟白色的机身，这个特别的涂装，是，其实就是 R2D2 的机器人。对耶，我们电影中的 R2D2 的机器人是蓝白色的，对不对？对。然后金色把手呢，我觉得是安纳金的机器人，就是我们的 CP 我们的 C3PO 的机器人。对。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最重要的感应器，是，对，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帝国风暴兵。你怎么这么厉害？因为刚刚有偷看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台湾驻军帝国的帝国风暴兵在现场吗？对对对。那其实刚才伟宁跟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哦，就是我们这次的限量版主机呢，包括了我们的 R2D2 的机器人，还有我们的 C3PO 的机器人，以及我们的帝国风暴兵。那不管是我们白色的壳内，或者是我们的金色的手把呢，其实都是非常限量的，对不对？好，那当然呢，今天伟宁要到现场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到底我们壳内除了限量版的主机之外啊，那其实这款游戏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上市吗？全球首卖是今天吗？当然，对，就是今天呢，台湾呢是跟全球一起来首卖。那这个游戏呢，星际大战这个游戏呢，其实它贯穿了就是我们的六部电影的一个经典的桥段，让所有的玩家呢，需不需要用遥控器？不需要，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已经试玩过了。所以觉得感想如何？我觉得非常的容易。第一个是容易，然后第二个是你完全就是它完全可以感应到你的任何一个动作小细节，是，包括你的原力或者是你在挥舞光剑的时候都非常的反应很快。是，那所以其实包括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小游戏啊，像我们的一些极速飞梭啊，还有我们的龙哥兽之怒的关卡呢，其实你今天不用用控制器，你直接透过身体就可以来做一个我们的移动光剑跟我们的原力。那现在先请伟宁可不可以先站到我们的主机旁边，先让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进行合照的动作喽。